期会示范美颜料理，幻想做菜给陈奕迅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琪慧。今天来到这边呢，要介绍两道的美颜料理，要做给大家吃哦。首先，第一道是那就是我们的主角，它就是奇异果，而且呢，我是选择了有机奇异果。奇异果先去头去尾，结果要削皮了，却。等一下，不要吧，怎么那么削啊？道具吧，我应该要带我们家那个陶瓷刀来。哎，不能怪人家的道具，是我自己技术还不够纯熟。但我现在紧张的脸都红了。等一下，啊，成功了，啊，有了，还是换个道具会不会好一点？我用刀子来试试看好了。你看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接着来看看他的炒饭功力。哎，不要想歪，是真的可以吃的炒饭哦。做菜的他最大梦想是啊，我很喜欢陈奕迅哎。对，那你会梦想做菜给他吃？会，我很喜欢他，我非常喜欢他。我想要做那个香菇炖鸡汤，因为其实艺人他们他这样子常在跑宣传啊，其实都还蛮累的，而且其实香菇鸡汤它算是可以暖喉的。对，有希望可以做这道菜给他吃。最后还是来关心一下结果吧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陈奕迅应该敢吃吧？报道。